好，我尽量躲，尽量躲。哦，有点痛。哇，那个太会闪了吧！哦，痛哦。我开错啦。直升机三桥，我把他轰下来了，我把他轰下来了。哦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在巷子里。好了。我被打掉两枪，我打掉两枪扣这么多。杰瑞，杰瑞，有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像我四个护甲。有你行吗？你后面落单了欸。我在，我在走，我在走，走过去了，我走过去了。好。车车，那台车，那台车。OK OK， 没事。里面继续走，里面继续走。你知道我刚刚在犹豫，干，我也不能作贱啊。我就会吃完的，会死。前面开完道了，前面开完道了，过来吧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吃个护甲，我吃个零食。哇，喷了三十万了，三万吧，三万。他是120万哦，不是150万。现在是我们要抢一台警车是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吧？天哪！天哪！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要抢一台吗？好，那就到路口那边抢喽。对啊，交给你们抢了，我就躲后面一点。对，这里越走越走，这边警车来了。好。这车怎么进不去？这不能抢，这是刚刚的吧？刚刚的吧？后面有一台，后面有一台。直升机来了，快点！很难抢哎。好，刚才警车驾驶室了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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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！对对对，我被射到，我被射到。我不能开车，我不能开车，我要蹲。好。转。好，上车。上车。蹲着是哪一个 ？X 吗 ？X 吗？对。好，我蹲好了。后门不见了。后轮啊。后门。后门是我的门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快走。帮我拍个点。这车有点难开啊，说实在。哦，左，我们左后，我们右后轮爆了。你是要标哪一个的？在船上吗？这个不行啊。换一台吧，等一下有机会换一台吧。上面警车，上面不是直升机。后面。抢后面那台，后面那台了吗？哦，他倒了。前面那台可以，直升机先。前面。直升机。啊，按到换视角了。哎呀，不要了！你们先上车。好。好，走。这台可以。可以。直升机要右后方。
哎呦！前面警车哦。好啊。哎、欸，我要钻这里的，你这个白痴！路人，这是白痴路人哦。哎呦，这路人是发生什么事？我要先钻。前面有警车、哦，小心啦、哦！别转！这台车很通风，还不错啊。省冷气耶。对啊，这天气这么热的地方，这样子通风很好啊。哦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哦，哦，然后又滚下去了，又滑回去了，又滑回去了。这车实在是哦，哎哎，完了，输，可以，走，又翻了，走，这两个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我们轮胎爆了，我们前轮爆了，等一下准备换车。快能转弯，外人还能冲。我们的轮胎已经内八了。啊，前面这台是这种中。对，这台车抢这台车。好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不然的话，你们要先上车，我才能上车。好，我上车。哎、欸，你不要上这一台。哎、欸，这个人干嘛？这个人干嘛？干嘛？干、欸、嘛？我的护甲，我的血。干嘛了？哦，快上车，走，走。哎，这都被路人搞死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顺便关一下喇叭。有警察前面哦，小心哦。哎、欸，很会挡。那是北七路人，真的来乱的呢。哦，要一个法夹哦。不是警察就从旁边冲出来射，然后撞到他那个海里。那个了，靠边，反退。哇！意外退出了，哇！靠呀！哇！他进断线，快啊！可惜，啊！为什么？没有在时间内达成。先回到自由模式，等他寄回来。去买防弹衣，吃掉。画面停格，然后就。唉，突然断线了。哎呀呀！屁，不能用骷髅马啦，骷髅马会被编的。嗯，那个已经被锁了。你玩 GTA 多久了？没玩了。现在用骷髅马那种方法会被编哦，当然会被锁、哦。嗯。已经看到点了，快到了，真的可惜。真的烂 GTA， 烂路人。哎，从哪边开始啊？应该是啊，从银行出来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重来的话，应该是整个最后一个抢劫都重来吧？对啊，最后一个抢劫重来啊。就是那个啊，要再抢一次银行啊。对啊。进去射路人。那、哦。啊，对啊，几年没抢太平洋，而且从刚刚就是教我怎么打，那改超多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哇，太远了吧？我要好几进来，还有谁没在战局里面？繁星。先来去等记录档，好玩玩。能用飞机吗？不行啊！你拿那哪有飞机让你拿？没有飞机啊。能用库洛马是2015的时候事情的。真的。现在库洛马会不会变？有点太作弊了。因为用库洛马就太简单啦、啊。对啊。所以第二章什么时候改掉第一那个可以用库洛马的？第二章哪一段？最后啊。进去监狱的时候，你说监狱那个改掉太难了啦。要睡觉的晚安晚安，早点休息。我们只抢完就休息了啦。对啊，差不多抢完就休息。嗯。他进来了吗？我还在转。哦，你还在转，繁星还没进来。还在转。真是。嗯。差一点点，还以为可以再一点钱休息，结果。真是。啊。还不是失败重来，是闪退。真的。我们那时候第二章最后的时候，嗯，阿帕把鱼竿那个电脑按直接重开机按下去，哦、对对对，那时候我们已经在跳，准备跳伞了。哦，最后了。对啊，因为键盘上面会有些的键盘上面会有重开机的钮。嗯哼、哦，对，然后阿帕那堂伸懒腰就踢到，然后他就不见了。对，我们就他就不见了。他自己加入了，正在加入。繁星也加入了，我去买护甲。对，买个护甲。哎、欸，等一下记得用那个啦，重装。哦，嘿、欸。哇，好久没有打这么刺激嘞。嗯，没有打这么认真了。看来我如果遇到新手团会很刺激哦，到点的时候那钱都喷光了吧。欸、明天新手团是打第四章吧？还是第三章？第三，然后第三章还好。你先买护甲。哎、欸，三不就是那个吗？嗯。的道实验室。对啊，哦，是跟瑶打的哦。嗯，第三，对啊，轮到啊。哦、啊第四是帮那个强海洛因。嗯哼。哦、欸。白痴，我能飞，我还乖乖走马路。哎、欸，我的护甲没有扣哎、欸，这样荡掉了不变没扣？哇，你赚到了哎、欸！不用再花钱买护甲，五个都还在。No what? Stop all the killing and robbing in this place. Every one of the sheep out there owning a piece. 你讲啥？ Keep a record of purchases. 嗯？没有。武装国度老板跟我谁谁聊一大堆，我才会喊你。对啊，说人话。谁？啊，嘿，你们会卡直升机吗？现在卡那个都不行了吧？不行，也不行，也不行。对啊，现在卡那个都会被 ban 啊。你想看我最后一次玩 GTA 吗？他们很想。反正现在那只能就乖乖玩嘛，就乖乖玩啊、不是不能过。技能玩的方法。
对啊。你看连换自己的装备都不行，觉得那些东西。连我之前刷到的警察服也都没了、啊。都被锁起来了、啊。都变成普通的衣服了。QQ。今天跳伞跳多久？四个小时拿到的警察装没了。玩家宝存的套装吗？嘿，要了，好，走了。现在每天晚上都会玩 GTA 吗？最近应该会多玩一点吧，想多开一点时速。嗯。你们喜欢看吗 ？GTA。看以后就多开啊！前天刷暗杀任务刷钱，嗯，不是编方法，是编使用者，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可能他们就懒得改程式吧，反正警告的，你们用这个 bug， 我不想改，反正我不想改。Yeah, 我不想改啊！你没有这个 bug， 我就把你编掉。嗯，反正就像校规啊，跟你讲说不能抽烟，又不能把烟什么禁卖之类的。嗯，买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好。最近晚上都睡不着，那就看台喽。啊，最近晚上是被蚊子弄到睡不着，气死。那就你把他抓住，嗯，回去啊！喜欢我们玩 GTA 可以啊，有团可以来揪得到四个人抢劫，我们就玩啊。嗯，揪不到就是八个人一起啊，八个人玩差事啦。哎、欸，谁断？我咚咚咚了，我也咚咚咚了，我咚好快，为什么？跳掉吗？我跳出去了，我也断了，我的剩一个人，我也剩一个人，我也剩一个人，要不要换人妖看看啦、啊？我不会开那个、欸，怎么开？就直接邀请吗？对啊，直接到你的房间，然后之后再邀请你。我邀哦，他进我们同一条线欸。哦，好，那繁星要我回到家要好久欸，我在日食大楼。不用，你就按 ESC。然后好友点开，然后下面我们的名字按一下 Enter， 有一个邀请，邀请加入 LPSB 哦，吗？有为什么我自己也要加入线上战局啊？嗯，社交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会邀请我自己加入战局啊？然后我自己也跳出去了。好好，姐，好，为什么自己邀请自己？我不知道，他就突然就问我说要不要加入什么线上战局，我就只能点确定啊。一边写报告一边听声音，很疗愈。好。写报告。嗯。哎呦，怎么听到爆炸声？你加入线上了吧？我刚刚加入你邀请的啊。你刚才是在公开吗？我没有啊，我刚刚只有一个人。嗯？你怎么会有爆炸声？观众场吗？哎、欸，我知道到线上啊。欸、真的是线上哎、欸。哇。哎、欸。我刚刚看到有人讲话、啊。我也是，机场外挂，机场外挂。你们有人有设施吗？我有设施，还有末日抢劫我也抢完。嗯，打这线上，糟了，卡这么久，糟了，跑到线上去了，那就只好先离开线上了，离开线上。确定，观众场啊、哦，
种草，再看看吧，再看看吧。很反正就来就乱杀人的吧。对啊，嗯，对啊，你不是最爱杀实况组的吗？是啊，进行线上好友战局，确定。办公寓只有我两个人的抢劫，两个人抢劫是第一个吧？第一张的那个服服什么的？全服银行。嗯。啊，工作管理员。我到好友，我到私人战局，要进谁的？进谁的？我重开游戏啊。我还要加入现在模式。重开啦，你那个太那个很久。对啊，观众场只有实况组一直被杀的份。嗯，反正就走出去啪，走出去啪，走出去啪。只要是四人的都没过到，哇，这样子你后面的好很多抢劫都不到哎、欸。你知道摇他五十几等的第二张还没过。好、哦，超猛哎、欸！他这样子练到能练到五十几等，蛮厉害的啊。好猛，猜死啊！嗯，猜死小达人啊，每一个猜死都玩过。你要进谁的？你要开吗？再开开看。进我这边吗？还是进他进那边吗？同一条线呢、欸？来我这边，又会跑到线上哎、欸。嗯，杰瑞嘞，杰瑞嘞。我现在正，我还重开，正空开中。都只能玩差事，有人玩到三百多等啊！抱歉，看聊天室看到这一集啊，我的直升机毁了，我的直升机毁了。嗯，抱歉，等多久？等一下嘛，要等连线好，大家都 OK 啊。还好啦，这个这个不用急着编啦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，那还行，没关系。哎呦！啊！你为什么黏我？下来讲，你为什么黏我？下来讲啊！再来讲啊，有什么黏我？Damn, this nigga must got the baby dick. Yeah, and all this shit paid for with bad credit. 进我的战局，你有加我好友，但是。你是这个吗 ？DSD。微波炉真的是人类史上最好的发明了。对啊，你又去热了什么东西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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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进谁的？等杰瑞吧，等杰瑞。进邀请战局。就差最后一个抢劫而已，怎么突然？而且刚刚已经走到算后半段了。